接下来要感谢各种单位，大家调整一下情绪。我们感谢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，我们感谢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，我们感谢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，感谢国家移民管理局，你们都懂的，梅西能来很不容易，是不是？感谢中国民航总局，感谢北京市人民政府，感谢北京市公安局，感谢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阿根廷大使馆，感谢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，感谢阿根廷驻华大使馆，感谢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，感谢中国足球协会，感谢